One more wine and one more whiskey. We just kept the car in park. 我今天穿的这个呢，是这个懒人穿搭，同色系穿法。上半身呢，这一件呢是这个立领帽 T， 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这个前面的前缘的地方，特殊的立领的造型，让我觉得这个是这一件帽 T 最不一样的地方，也是最难的地方之一。因为你要把它做到立领啊，其实很不容易，因为你要让它的板是挺的，然后又立领的状态是基本上会比较困难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立领呢，真的是最重要，就是让整体的感觉更有型的原因之一。然后口袋非常的大，整件都内刷毛，然后这里面的刷毛也是布料升级，刷毛非常的亲肤舒服，里面是刷毛，然后外面是磨毛，军绿色目前是销量第四名的颜色，所以代表呢非常多的颜色是很好看的，前面有绿色啊、炭灰、韩国灰，然后还有很多很热卖的颜色。那这件裤子呢也非常好看，这个叫做工装厚棒刷毛棉裤。对，这个刷毛棉裤呢，它的口袋是做立体的，然后呢这个魔鬼毡的口袋，然后口袋非常的大，然后整件内刷毛，像现在天气其实还蛮冷的，我现在这样穿其实脚就非常温暖。然后它下面呢其实有缩口的设计，你可以把它整件缩起来。对，那如果你要这样宽宽的这样穿，其实我觉得很 OK。 那整件这样的同色系穿搭呢其实很简单，然后不用想，然后也可以把整个人的质感穿搭出来，然后也很适合今天的天气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穿搭想要有型，然后有质感，然后又不想想太多的话，这种方式介绍给你。